热门财经议题、及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欣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Hello，各位听友，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欣。民国一百一十二年二月十三号，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新的开始。现在已经早上七点十二分三十二秒，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早上是封面，下午是冷空气，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啊，那么就有一波微弱的封面来报道，这个呢使得北部地区呢很快的从晴天然后转为阴天，温度没有下滑哈，只是呢转为有雨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上午呢会有封面的影响，所以呢北部地区的还有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呢稍微的提高，但是呢下午。 过后之后呢，要特别的注意是，紧追在封面后面的冷空气呢，那么就要来报道了。而且这一波的冷空气呢，它是介于大陆冷气团到强烈大陆冷气团之间。 温度下滑的速度会非常的快。今天北部地区呢，白天的温度还可以高达二四、二十五度，但是估计到了晚上就会一路下滑到只剩下十五度。而且未来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都会受到这一波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最低温下探十二度。你看到昨天呢、啊，这个二十四五度、二十五六度的高温，然后到。 明后天会出现十二度的低温，这个温差非常的大，所以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在穿着上面可能这个要多穿几层哦中午的时候呢会很热，但是到了晚上温度下滑是非常有感的下滑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局的预测，今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雨，降雨几率百分之四十。 白天的温度是十八到二十五度，中部地区、南部地区不受这封面的影响，所以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不到百分之十。中部地区白天的温度十九到二十九度，南部地区是二十到三十一度。 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雨，降雨几率百分之四十，白天的温度是十八到二十九度。澎湖地区多云，降雨几率也是零，白天的温度是十八到二十四度。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高雄目前是二十度，台中跟澎湖目前是二十一度，台南跟台东目前是二十二度，宜兰十九度，花莲二十度。 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涨跌互见，科技类股的表现呢比较弱势，是一般类股呢相对比较强，尤其是能源类股。好，所以在美股当中呢，道琼涨幅相相对比较高一点，上涨了一百六十九点，收盘指数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九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五。纳斯达克下跌了七十一点，收盘指数是一万一千七百一十八。 八点，跌幅百分之零点六一。S M P 指数上涨了八点九八点，收盘指数是四零九零点四八点，涨幅百分之零点二二。费城半导体则下跌了四八点四七点，收盘指数是三零一一点一五点。 跌幅百分之一点五八。这段期间呢，影响美股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物价通膨所呈现出来的联准会可能的利率政策，以及各公司的财报这两件事情呢，在上个星期五都影响到美股。我们等一下会为大家解析。另外呢，在油价的部分，油价出现了大涨，因为呢，俄罗斯正式的宣布，他们宁可减产，也不愿意。 这个以折扣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原油，这一点呢，而且他们估计呢，他们每一天的减产从三月开始，每一天减产五十万桶。而中国大陆的经济呢，持续的复苏，所以呢，在原油需求上面呢，可能每一个每一天会增加一百一十万桶。而这一边呢，俄罗斯的原油要减产，每一天五十万桶，一加一减之间呢，可能供需不平衡会在下半年出现，所以原油是。 市场已经提前反应。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呢，在上个礼拜五继续上涨了一点六六美元，每桶的报价是七十九点七二美元，涨幅百分之二点一三。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一点八九美元，每桶的报价是八十六点三九美元，涨幅百分之二点二四。不管是西德州原油，或者是北海布兰特原油，上周一周涨幅都超过百分之八。好，那接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农粮的部分，芝加哥黄豆期货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三三，芝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百分之三点五三，芝加哥玉米期货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三。那么上个礼拜呢，很明显的看到农粮价格也出现了反弹，一周的涨幅呢大概都在百分之三左右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贵金属的部分，那么都是下。 下跌的小跌的方式呢，在等待着美国美国的最新的这个物价的报告。好，那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是下跌了四美元，每盎司的报价是一千八百七十四点五零美元，跌幅百分之零点二一。 白银的期货跌了百分之零点三一，铜的期货倒是下跌了百分之一点九六，钯金的期货呢是下跌了百分之五点六八。这里面以一周而言的话呢，黄金期货是小跌了百分之零点一，那白银的期货也跌了百分之一点五，铜的期货跌了百分之一。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上个礼拜五。 美元指数上涨了零点三五个百分点，来到一零三点五八。这个呢，也反映就是美国现在对于礼拜二即将要公布的通膨数据呢，担心恐怕不但不会下滑，或者是。 月减幅或或者是呢月增但年减，好，那这个对于通膨的数据呢，显然是高度的观望而且担忧。那至于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则都是下跌的，同样都是在观望这个美国所公布的这一个呃物价指数的这数字啊。英国金融时百股价指数下跌了三十五点，跌幅百分之零点四五。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 跌了五十八点，跌幅百分之零点八二。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了两百一十五点，跌幅达到了百分之一点三九。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几天的早报新闻。首先，在通膨相关的数据当中啊，那么因为呃，美国上个礼拜呢，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是今年开年以来呢，首度出现呢四大指数全数周线下跌。 道琼呢一周跌了百分之零点一七，纳斯达克下跌了百分之二点四一，标普百指数下跌了百分之一点一一，费半呢是一周跌了百分之二点三，那主要呢其实就是担心。 通膨数据，那么美国在前两个礼拜呢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非常亮丽的就业报告，让大家担心呢，整个的通膨要降温呢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哦，礼拜五美国的劳工部劳动管理局呢，他们公布了。 新调整权重之后的通膨，好，那这个不是最新的通膨，不是一月份的通膨，而是呢把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通膨都根据最新的权重调整之后呢，做季节性的调整。但是呢，调整之后，不管是十月的通膨、十一月的通膨、十二月的通膨，都微幅的增加。好，那比如说十二月呢，就变成了月增百分之零点一，然后而不是原本公布的月减百分之零点一。 十一月呢，也从月增百分之零点一上修为百分之月增百分之零点二，虽然都是小幅的调整，可让大家更担心十四号即将要公布的 CPI 呢，可能会。 比较明显的看到上上调。那么路透社呢，他访问调查经济学家呢，认为十四号，也就是明天呢，美国将要出炉的一月份的 CPI 可能月增百分之零点四，核心 CPI 也可能月增百分之零点四。可这还是在权重调整之前所做的调查。那现在权重调整之后呢，那么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上修了对于礼拜二通膨的数字的。 呃，这个这个情况，好，不过联准会的官员呢，那么终于出现了暗示降息的声音。这个是美国费城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哈克。 但是呢，他认为是明年才会降息，而且今年呢升息应该会升超过百分之五。另外呢，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上个礼拜五呢，那么是信心指数是往上的，这当然反映出美国从今年开年以来的股市的上扬，其实对于提升消费者信心也有帮助。然后在就业市场呢非常亮丽，也有助于消费者信心呢回升到了六。 六点四，这比一月份的六四点九来得高，而且也比预期要来得高。 但是呢，这里面让人担心的是呢，预测未来一年的通膨呢，从原本呢的百分之三点九上升到百分之四点二，所以通膨预期往上升了。那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这个联准会的态度啊。所以现在呢，一个关注焦点就是在通膨这个礼拜二呢 CPI 的数字很重要。好，另外呢，在这个呃财报的部分呢、啊，上个礼拜。 拜五，美国的共享汽车的大厂 l i f t 呢，公布了非常悲观的财务预测。这件事情呢，使得 l i f t 股价呢一天崩跌了百分之三十六，也是上个礼拜五美国的科技股表现相对于一般股来的疲弱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们这边看到升息、通膨，然后也看到了这个经济衰退的压力，但是呢，美国的消费还是相当的强劲。根据最新的最新的美国零售销售协会还有 Prosper 呢。 他们所做的调查发现到情人节二月十四号情人节，这在美国呢的消费力道来看的话呢，那么这是仅次于圣诞节还有母亲节，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节庆。而调查发现呢，今年美国情人节的支出，呃，上看两百五十九亿美元，年增百分之八，是史上第二高。那么这里面呢，就反映出来现在消费呢仍旧。 不是不手软，所以呢，现在美国专家就开始陷入一个。 这个呃奇怪的一个情境哦，美国的经济呢，一方面在消费力道还是很强，同时呢就业市场还是很热络，但另外一边呢，从制造业的景气来讲是明显的滑落，科技类股呢不断，科技公司不断的裁员，而且呢房地产市场也是陷入了低迷，所以这个冷热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呢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了，这是美国正在经历滚动式衰退。 意味着呢，衰退会缓慢的。 扩展到不同的领域，各个产业最终都会遭到衰退的打击，是不是如此？我们就还要再继续观察。不过呢，美国股市的这个吸纳资金呢，却明显的看到资金撤退啊。那么根据这个 Rift River 啊，他们所做的这个资料显示，截至八号为止，就二月八号为止的过去六个星期，其实就是开年以来，虽然我们看到美股。 上涨，但是呢，资金从美国股市流出的资金高达了三百一十亿美金。 这里面呢，资金出现了弃股买债，就把股从股市呢流出资金，但是呢流入债券市场，所以流入债券市场的资金呢高达两百七十亿美金。另外呢是流入一些在二零二二年落后于美股的一些市场，所以一百二十亿美金呢流入了在二零二二年落后于美国市。 股市的海外股市，所以几股买债，然后呢，资金流向其他呢落后的补涨市场，这是看到美股基金的一个流向。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彭博社的报道，那么英国呢，首相纳克已经下令要求英国重新拟定计划，强化包括了国防、贸易等跟欧盟之间的关系要重新建立。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反映出来经济上面的需求，可是呢。 也可能使得英国保守党内部的激进派呢，那么表达不满哦另外呢，日本央行总裁传出新的人选，这呢是日本的央行审议委员，也是经济学家直田河南，可能会是下一任的日本央行总裁，取代。 四月八号即将要这个任期届满的案案呃这个黑田东彦，好那因为这个人事案呢，跟原本传出来的现任副总裁羽公正家相形之下，大家觉得他是不是要比较偏鹰派，所以导致日元的。 这个呃日元呢汇率呢大幅度的升值，一度呢升值到了一二九点八日元兑一美元，但是呢最后呢这一位植田和男他表明了，他认为现在呢。 的宽松政策是适当的，那么未来呢，他会做出合宜的决策，然后并且详细解释这一番谈话之后呢，让大家觉得他的鹰派色彩似乎没有那么浓厚，所以呢，日元最后呢又回到了一百三十一点三五日元兑一美元。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韩国企业投资美国呢，已经冲破了一千亿美元，包括了三星电子、现代、乐。 金韩华还有 CJ 集团承诺在美国的投资金额已经是超过千亿美元，而且呢，这一些数字。 呈现出来的面貌是，过去韩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是电子产业以及汽车产业，目的呢是为了逃避高关税。但是呢，这一波是高科技，明显的跟中美的这个高科技战是有关的。好，另外呢，中国大陆公布了一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再度的升破百分之二，来到百分之二点一，也凸显出春节效应所带动的消费需求成长。不过，陆港。 股在上个礼拜五是下跌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九点，收盘指数三二六零点，跌幅百分之零点三。深圳成指下跌了七十一点，跌幅百分之零点五九。不，香港恒生指数大跌了四百二十九点，收盘指数两万一千一百九十四点，跌幅百分之一点九九。回到台湾的部分，上市柜公司在一月二月十号公布完了这个全。 呃，所有的一月份的营收，结果呢，一月份因为有农历春节的关系，所以呢，营收势必是相对减少的。月营收呢，是呃，营收的部分呢，跟上个月相比，月减百分之。 八点八，8. 8, 跟去年的一月份相比，年减百分之十点四，总营收达到三点二兆，其实比预期稍微的好一点。不过台北股市呢，在上个礼拜五呢，在平盘以下下幅震荡，最后收盘的时候呢，小跌了十二点，收盘指数一万五千五百八十六点，跌幅百分之零点零八，成交金额是两千零九十七亿元。OTC 呢，开平走低，最后呢是下跌了一点九二点，收盘指。 数是两百点四二点，跌幅百分之零点九五。昨呃上礼拜五呢，一月十号这个截止的日呢，台积电公布了它的一月份的营收，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营收呢冲破了两千亿，其实成绩单相当的靓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